反共意识林毅喜在记者会中说，他现年31岁，福建连江县人，在大陆参加过地下反共组织，受到共匪的迫害，在今年的10月14号冒死投奔自由，逃到马祖前线。林毅喜一事在投奔自由以前曾经做了好几件他认为在本区是最好的衣服，没有想到这些衣服跟自由祖国的衣着比起来竟是如此的破烂，由此可见大陆人民生活的悲惨。他表示，今后他将贡献一切为反共复国大业而努力。